小雕不睡了吗？你刚才不是要走了，准备睡觉了呀？欢迎我嘚儿哥，好久不见。才小手啊，帮你家主播瞅瞅屏幕。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不行，我还得站起来，要不真的是啊，真的是那个啥没人啊。啊，欢迎皇室战场啊，皇室战争，晚上好。这一天天的，他眼都不好使了。晚上好，老田。喜欢主播的啊，咱们可以走一走咱们的小火箭啊。感谢我树哥分享直播。分享咱们的直播间。走一走咱们的脱单猫啊，咱们那个一毛两毛的啊，走一走那个脱单猫。九几年的呀？九零年呢？想说我的年龄，你们非让我说呢，我的年纪都一大把了，不好意思说。哪像你们呢，是不是你们都还是小鲜肉呢？感谢我们家小雕分享直播。年龄不是问题啊，身高也不是距离啊。你们那边下雪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南方的呀。我现在我都特别想看雪啊，但是我在南方呢，南方是没有雪的。欢迎艾希，欢迎老鼠。但是今天啊，今天跟昨天啊，那个东北那个雪老大了啊，老大老大了。哎呦，仙子哥，就你这口音还南方呀？你要是那个耳朵呢不好使呢，就去治一治治。我说我在南方呢啊，别他妈听不懂话的逼逼。感谢小雕出来的雪人，欢迎诗约。是不是我一天天的说啊，我说我在南方了，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南方人了呀？咱也不知道那个耳朵那咋的了，那流脓了呀。欢迎 ZZ。 感谢我们家小雕送来的小雪人。哎呀，这个小雪人是刚出的吗？是不是刚出的新礼物呀？欢迎释然。啊、完了，这把红心又不动了，这小红心又不动了。哦，今天是小哦，对，今天是小雪哈。你们不提醒我，真的我都忘了。小雪完了是大雪，然后是大寒小寒是吗？是不是大雪完了就是小寒跟大寒呀、啊？感谢我树哥。我这一天天过的呀，啥也不知道。在被窝里边看你直播，在被窝里边看我直播还冷呀？
我这一天天真的我比你还冷呢。你在被窝里边看直播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呀。过日子才有盼头哦，反正就是每天直播，直播完就睡觉，是不是？起来就吃，吃完就睡。感谢宋岩的人气票啊，谢小雕宋岩的人气票。我都感觉一天每天过什么节跟我也没啥关系，管他一天天过啥呢。点点关注啊，加一加主播的粉丝团啊，加一加主播的粉丝团。那么后边还有没有哪个大哥走咱们的小火箭啦？小火箭小飞机啊，没事咱就飞一飞。稀里糊涂又一天，稀里糊涂又一年。人呗，这人也不咋上呢，人也不咋上，红心也不咋动。我都感觉这一批人还是刚才那一批，好像啊，换正，没有给我换一批呢。感谢茶杯送来的小猫猫，欢迎茶杯。脱单猫，我把那个脱单猫那个心愿单给他撤了，啊，不想要这个脱单猫，太绕口了。哪有小雪人呀？没有看到呀？为什么我这里边没有小雪人？有这个什么心有所属，这个心有所属也是刚出来的吧？身材好，身体也好啊，身体也好，哪哪都好。加一加粉丝团啊，咱们喜欢主播的啊，加一加主播的粉丝团。有条件大哥们啊，咱们就可以直接走小火箭。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Yes。 啊，那个礼物早就有了，没有吧？昨天好像还没有了呀。那我就不知道。我的直播间从来没有人送过呀，从来没有收过那个礼物。我还以为是那个啥，我还以为是今天刚出的呢。哦，那有些里边都看不到呢。欢迎时间哥，感谢你的关注。你刷过呀？我忘了都。有，老早有人送过呀。但是我这里边没有那个小雪人啊，为什么我这里边没有小雪人啊？你看我这里边就脱单猫、宠爱猫、传送门，就是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个小雪人。管他呢，反正射杀也完不成。
我现在我的心愿单是完不成的。更新一下，不更新了。大力出击。更新它干嘛呀？爱出啥礼物就出啥礼物。必须得和他。大力出击，你们跑一个。感谢送来的人气票，谢谢小雕雕送来的人气票。咱们后边没有大哥走咱们的小火箭的吗？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小火箭走一走啊，怎么活到99？感谢小雕。啊，你这个官方给你定的任务是不是每天送够那个啥呀？送够那个100个那个人气票是不是？然后就可以完成那个任务了。欢迎朱小芬。小峰哥晚上好，感谢我树哥的皮酒，是我树哥送的10个大啤酒，高低我要跟我树哥咱俩真的来个一醉方休，必须磕一下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我受不了思念的折磨，不用心的诉说换来你的沉默，不想要这样的结果。啊，今天那个火箭手怎么又堵路上了吗？妈的，天天都堵到路上，这一天天的。不要离开我，是你让我越来越寂寞，早就失去把握，变成人你挥霍，灵魂惊慌失措就冷漠。这个任务我得刷30，这个任务我得刷30，太多了，那你就别过任务了呗。再说过那个任务有啥用啊？啊，是不是过那个任务有啥用呢？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欢迎无他，晚上好。挣钱？不是这个还能挣钱吗？刷礼物还能挣钱呀？就是你每天完成任务的话是可以挣钱的，我都不知道耶。你赶紧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挣的。关一下吧，这都没人儿。